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喜欢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继续游玩《斩妖行》第二章《龙王村》。路上好像没有敌人，哦。谁啊？队友打扰，敢问祠堂何在？不知道，走开，快走开！哎，没有语音了。队友打扰，敢问祠堂何在？这也不欢迎外乡了，走开，走开！是谁啊？我是地堂文杰，南龙王村人，敢问祠堂何在？前面两座的旁的房子便是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多谢。龙王爷保佑，我这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调查，这告示上写着：“瘴气出没期间，大伙尽量不要出门，看好自家孩童，千万不要在瘴气出没时山上。”告示下面还记录不少走失村民的信息和走失的日子：郑二狗、张铁蛋、王富贵、大牛，失踪人数太多。以至于一张纸上排的密密麻麻。这里吗？市场哦，我们先往前走。哼，大牛，是你吗？大牛，龙王爷保佑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些天你都去哪了？你是谁？你不是大牛，快走开！自从上次村子大祭祀。大牛秀，难不成？前方的道路弥漫着雾气，直接前往恐怕会迷失方向。还是先去村中市场安置好文杰的骨灰吧。嘿，真是稀客。大侠来我们这穷山僻壤，有何贵干呢？在下陆云川，是地汤文杰，乃龙王山人。不久前于岐山不幸罹难，今日特将的骨灰送归故乡。交给我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师弟可曾向你提起过咱们村的事儿？没有。二师弟自有父母双亡，随师父入派，只知故乡是龙王村。先生何故此问？哈哈，随口一问，大侠远道而来，乡里本该尽地主之谊，只是近日里村内外瘴气弥漫，大家都闭门不出，恐怕没法招待大侠了。无妨，说起这瘴气，据师父说，二师弟的父母也是瘴毒发作而死，先生对此可知一二？哈、哦，这瘴气啊，每隔些年月就会出现，过些天便散了。未曾听说过谁因瘴毒发作而死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如此，陆某就不做叨扰了，就此告辞。大侠走好，还恕我不远送了。好，感觉就是有鬼，隐瞒不说啊。哦，对了，大侠切记离开时千万不要走山路，山上瘴气浓重，上了山势必迷路啊。多谢先生提醒。
那只狐妖，站住！找到你的狐妖，都是你害我两个师弟死掉。走。终于要打敌人了。站住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怎么感觉是假的？狐妖忽隐忽现，陆云川追他，进入了山林，四处张望，便寻不到狐妖。转身准备离开山林之际，发现村子不见了。可能中了狐妖的诡计，得想办法走出这森林。好大只哦！走了这么久，为何好像又回到了远处？可能这林子有些邪乎。这林子里的道路错综复杂，每座树木都仿佛似曾相识，无法辨别方位。但此地浓雾好似会随风流动，我最好多观察一下浓雾的动向再做行动。 OK， 所以要看浓雾的方向，对不对？像浓雾是往前飘的， OK， 是往前走。哦，是浓雾往后飘，往左走啊，原来如此。藏毒蛙，没血了。OK。啊。可是像浓雾是往后飘，我最后往右走啊。对，真的是往右走，没错。没关系，我是为了补血而来的。啊，终于走出这片林子了。敌人。这个是敌人。
哎呦！哎呦！哦，每一个都有。这可以打掉吗？还有啊！哎呦哎呦！我被。哦，跟他敲一下就晕了。因为被打到也会晕哦。快死了！那是愿是祭祀怨灵，吾等为平复怨念，驱除瘴气，再次献上祭品。细者如下：扮鬼人将祭品赋予祭坛，由祭祀持刀做法，待怨灵聚集之时，解开祭品把绳，断其手足。所以所有人退场离去，祭品需风华正茂，灵气充沛，于死前坚持越久，越能安抚怨灵。如是几日内瘴气进去，可保半载太平。原来如此。怒祭一发动作，我知道你怎么打了。哎，为什么反击大？太早了。
你不是村里人，你这是蓝香，他们要杀蓝香，快去阻止他们，求求你。别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叫安源，本是从外乡来的，和蓝香两情相悦，原本他家人也同意我俩好，但是今年我来上门提亲，他们忽然拒绝这门婚事，还不让我见兰香。两天前我偷偷溜进兰香的闺房，终于与他见面。兰香告诉我，他们村有可怕的人际风俗，而他被选为了这次的祭品。我与他约好带他逃走，却不知村里人早已盯上我，等我从他家出来后就把我抓住了。冷寂，蓝香说，每当瘴气弥漫到村里时，村中就会选出一个年轻人作为祭品，说是献祭给山中的神以平复戾气。蓝香一定还在等我，我现在这样我先想办法将你救出来。我的腿被他们打断了，救出来也只是累赘。大侠，求求你快去救蓝香，再晚就怕来不及了。祭祀在哪里举行？据说在山上很多地方都举行过。对了，那些祭祀的人都戴着可怕的面具。我去找他，你一人留在此处没关系吗？不用管我，大侠快去吧。那好，保重。是我呀，快救我呀，哎呦，救命啊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撑住。三猪，哎呦，哦，那什么，那三小然后最后冲刺来，这太快了啊。
很难躲那个。好像可以直接打死哦。还以为交代在这儿呢。这怨念久散不去，难以去除，此另有源头。兄弟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了。道长怎会来此处？不提也罢。说来你可在山里见到了奴武班，他们带着代表鬼神的面具。确实见到过，道长可知其中一二。哎呀，果然不止我一人看得见。这傩舞又叫做鬼戏，是一种祭神驱鬼的祭祀仪式。傩舞人佩戴面具扮作鬼神，所谓摘下面具是人，戴上面具是神。此山中傩舞班阴魂不散，加之枉死怨灵四起，依贫道所见，此地发生过的事非同小可，不宜久留啊。道长可知这祭祀会在山中何处举行？这可不好说。卢兄啊，听贫道一句劝，咱们速速下山。凭你的本事加上我的见识，要破除山下雾障应该不难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不能下山。你虽然你救了贫道一命，但贫道可不会陪你去送死啊。道长只管下山便是。这那你好自为之。还有件事，若你看到一直想见但不应该出现在此地之人，千万不要跟随，那极可能是此山怨灵所化。总之你保重吧。刚刚道士说一个很重要，不是山中的怨灵，不要跟随那个。所以刚刚那个狐狸精根本就不是真的那个的狐狸精啊，就是一开始故事的那个狐狸精啊。12:20了，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了吧。我想把这个告一个段落，再关直播。上面找到他们。
下面。师兄，文杰，二师弟，你不是已经……大师兄，你为何放走巫妖，害我惨死？都是我的错，文杰，害得你等惨死，应该以死谢罪。这不是二师弟。你小心，怨灵又来了。哎，这只蛮好打的。他刚说好打，结果就死了。怎样？他没有手嘞。来的正好，正愁找不着你呢。安公何以如此？你陷害三位一众师兄弟，还在这里装蒜？说，萧王现在何处？那日恩公将我放走后，我便逃离了雪山，不知恩公何出此言？还敢扯谎？我若真的要加害恩公，方才又怎会施救？望恩公明鉴。看来除了我陆某的性命，他们还另有所图。啊，你说。当日你在山上作甚？当日萧王在山里肃清异类，奴家的父母为助我逃脱，惨遭毒手。然下山逃亡途中，奴家又被恩公的师兄弟擒获，幸得恩公出面保全，才得以活命。后来奴家向同族打听，得知您来了龙王村，便前来寻找，没想到碰见您被怨灵所困。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？奴家如今无依无靠，也不做复仇之想，此来只为见恩公一面。但恩公若要去找萧王，奴家愿助一臂之力。好，既然主动找上门来，那就将计就计，顺着他把萧王挖出来。我在这信你，方才冒犯，还望见谅。恩公不必拘礼。我正在找一群戴面具的人，他们挟持着一名年轻女子，你见到过吗？没有，不过奴家可以一起找。那就有劳你相助了。不甚荣幸。哦，对了，此发髻是我的贴身法器，可感知我身在何处，恩公不妨收下。
对啊，我也觉得为什么我的妹子都不会帮忙打，在那边给我发呆。恩公快看，这人我在古庙囚笼见过，看来那些挪舞人刚刚来过。恩公，此人手里似乎还有东西。他怎么就这样死了？师父年年干旱，大饥荒，乡民随偷偷将江中老人带至山中，令其自生自灭。为防老人会逃回村中，一气死断其手脚，致使山中瘴气弥漫，饥肠哭声不绝。之后便有十人妖魔于山中游荡，村里常有人被引诱入山，一去不回。为平复怨灵，驱逐瘴气，乡里及时仿效古人，献祭活人以求太平。至此，每当瘴气笼罩，乡里便要送上祭品。身为祭品，是为村中大义，官要门楣，不得违逆。怒怒叛逃，可灭其家门。阿远已经被吊死在房梁上，尸身上还残留着余温。此时阿远手中缀着模样的东西掉落下来。为什么主角要救的人都救不到？气死我了！赶快救他！恩公，快看，那是……啊，是他们！快追！上古时代，有巨龙翱翔于山间，先民对其崇拜有加，尊为龙王，兴建多处神庙，献祭活人以求庇佑。后龙王消失，庙宇荒废，祭祀停止。大祭荒后，山间怨灵充斥，妖魔横行，人们仿效，先民聚心冷静，方得太平。救到了，救到了，这次救到了，主角救到了。先知藏魔，哦，都好晕，好晕。抓那个好像故意死欸。好，再来一次。
掉吗？不行。妖魔所以斩面，怨念却环绕不散。怨念源头另找他处，要尽快救他们出来。这洞内好强的怨念。怨灵的力量源头，看来就是他了。这巨龙的尸身已被怨灵侵蚀，只能斩灭他而已，彻底驱除怨灵。这妖孽不足势必为祸一方，此处太过险峻，且选一处稳妥的地方将其诛灭。我为什么被雷打了？看到我手汗，我手汗都跑出来了。开始是嘴炮，等啊！打头吗？跑跑去了，
我靠！欢迎啊！斩灭巨龙，一众怨灵灰飞烟灭，小雨和兰香获救，二人告别兰香，一起踏上寻找消亡之路。小玉带着陆云川来到了明州城，此城依山面海，众妖聚集，凡人非受妖族之引无法寻到。二人此行拜访狐妖白尘，望得到萧王的下落。